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第一阶段留言有几丰隆元神齐会的中序 8.30 第二阶段一更活动全阶段全玩法攻略回声之子玄木人流玄之众元神 5.0。那这个视频是第一阶段的留影又几丰隆的攻略。这关我们先传送到拍摄地点右边，也就是龙爵坡左上角的传送锚点，从那里过去。我们现在来拍摄前面那三头龙中后面那两只。总共要拍两张。好了，这样就拍摄好了，那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